这回彻底完了。谁呀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小北把我骗进洗手间，居然闯了进来。不知所措的我，瞬间发现了一颗救命稻草。细节的是，他居然还换了套衣服。做啥呀？做啥？不是，那我。我把你搓。不是不是，你干啥呀？你往哪看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就知道你让我跟你家洗澡，就没怀好意，就没寻思好事儿。不是你要干啥？你到底要干啥？你说，我不用你帮我搓，你不是你穿这样干啥呀？洗吧。跟谁呀？啊！这句话差点没给我吓到地下。我洗完了，那个那啥，那个你把我衣服给我拿来呗，我那个搁那个洗衣机上呢。里面的洗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都提前规划好了。别玩我，行吗？这女的就想跟我出丑。你衣服咋了？不是你离我远点儿，你那啥那个，你去给我取个那个，把那被单给我拿来，我咋出去啊？你在这我咋出去啊？外人。你现在赶紧给我走。还不好意思，沈源看你。在浴室待了4个小时，实在挺不住了，我劝你善良。哎，但他真不听劝。不是，哎，你给我。我不给。啥呢，见过？不是我答应留在他家，给我，给我，从小到大，你干啥呀？哎，这是啊，给我，就给。但没想到更刺激的事情发生了。妈，啊，谁呀？不是，这谁呀？我妈。啊。